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星灿盛世公司训练生陈博凯。我平常的喜好是唱歌、打球，还有看卡通片哦。从训练生开始，我会更努力把最好的我展现给大家看哦。因为我不太知道怎么介绍我自己，所以今天请来了三位朋友来帮忙我哦。我准备好了，我准备好了，让我来吧。凯凯是在外也会带着全家福照片的乖孩子。我是路飞，我是要成为海贼王的男人。凯凯是我在球场上最好的伙伴。等等回来就让我们一对一 battle 吧。皮卡皮卡皮卡丘，我觉得凯凯的酒窝也跟我一样拥有10万伏特的电力哦。谢谢我的朋友，也请大家多多关注我哦。我是来自中国台湾你的少年陈博凯，请大家多多为我加油哦，谢谢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杰琼。大家好，我是文俊辉。今天呢，我会化身成为推荐小达人，给大家介绍一位我的小师弟，他就是噔噔噔噔陈博凯。呜，他呢是一个特别可爱的小男生，然后他的特点就是特别能吃。他的性格很温顺可爱，也是一位很可爱的喵男。会吹小号，是个爱音乐的大男孩。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凯凯，为他加油鼓励，为他打 call。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博凯，然后我也知道你参加比赛肯定会很紧张，希望你能放松自己，享受舞台，展现出最好的一面。陈博凯，加油！爱奇艺，悦享品质。